这一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走势图还没有画，留给我们自己画，所以现在要画这个。这个用这条中心线，中心线，然后画直径两个，所以先画一个曲线。线，接下来啊，再画几条线，从这里画，好，这里画这边，接下来修剪，修剪，全选，把这个修掉，就不掉了，用删除。删除，这个就是走势图。那要不要延长？这个延长，点选延长。修剪，调整长度，然后调整差值，按 Enter 二，按二 Enter， 然后选这条，这，好，再按。